来，咱们继续。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集合的操作，交集、并集和差集。之前咱们在瓜二里面也有相应的实现。我们看看 comments 如何进行操作。第一个并集，第二个交集，第三个差集。首先来两个容器 set integer。set 一等于 new hash set integer， 存入值点 add 一，set 一点 add 二，set 一点 add 三，再来一个容器 set 二。改成234，我们先看并集，跟之前一样，咱们需要借助一个工具类 collection utils 点 union， 丢入 set 一以及 set 二，只不过这里返回的是一个 collection。建立一下 for integer temp cll 输出 temp 运行，来1234就是并集 collection utils 点 union。 那交集呢，大同小异，有了这个工具啊，就很简单了。col 等于 collection utils 点 intersection set 一 set 二输出，加一个分割线吧 ，sso 并集。拷贝一下，交集，运行，来23。当然，这个交集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点 return for。来看一下，效果是一样的。来看一下差集，差集呢也只是一个方法，叫做 subtract 点 subtract 便利查看。这个差集无非就是两个集合中，你只要在我里面存在了，我就拿掉。比如说我2在里面存在，3在里面存在，4的话跟我没有关系，所以的话我拿不掉，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一。好，这个是叫 intersection 或者 return or。差集使用的是 subtract， 多了个 s。继续看一下 comments collections 对队列的扩展 ，tree 的扩展。tree 第一个循环队列。public static void secular 队列有个特点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当然有特殊的队列后进先出，我们把它称之为站。
这里面我们看一个循环队列 ，first in first out 去，里面放一个字符串，等于 new 导入 secure first in first out 去，属性类型，给它一个长度，假设里面存两个，这个就是一个循环队列了。去点 add 加一个 a， 去点 add 加一个 b， 队列就是列表，所以有所谓的索引 c， 很明显里面只有两个长度 ，c 进来了 ，a 就出去了，只能保留两个，循环的走，编译一下，查看 for 可以使用普通 for， 有下标了 ，int i 等于零 ，i 小于去点 size i 加加，输出去点 get i， 调用，来 BC， 很简单的循环队列。第二个看一下不可改变队列，也就是只读队列。来看一下只读队列 ，public static void read only， 把这个队列包装为只读队列，使用 q， 等于 unmodifiable q 点 unmodifiable q 加入，尝试加一下，点 add 加一个 b， 丢入咱们的 read only， 运行。来发现不被支持的操作，这个思想跟之前咱们讲只读操作是一样的， JDK 的只读操作也是 unmodifiable 某某某。只读队列，再来看一个断言队列，无非就是前面讲的 predicate，好，还是咱们这个循环队列，拿过来，来一个 predicate， 然后来一个 not num 吧，等于 not num predicate 点 instance， 跟之前是一样的，导入，调整一下。好，我们把这个队列包装一下 ，p 等于 predicated q 点 predicated q 丢入咱们的队列 q 以及 not now， 调整一下，这样就包装成对应的队列了，你再添加一个 now 就开始包括了。所以前面学通了之后啊，后面连蒙带猜都能把它学好，所以技术并不是一个难点，关键是在于思路，多敲我们就能学会，勤能补拙，代码是敲出来的。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觉得少林寺武功谁最高？无非就是那个扫地的，对不对？天天操练，大家应该还记得《天龙八部》里面的那个故事吧？好，关于队列我们就讲到这里。